老张，上午了，咱咋弄啊？我上午了，我不想做，你去街买点吃的吧。我买点吃吃，你咋弄啊？你也给我买一碗吧。你想吃啥呀？你看看。你去给我点一碗麻辣烫吧。要是焦一点了，咱俩都吃麻辣烫吧。你好，老张。你好。给我做两碗麻辣烫，是吧？哎，吃哈。啊，大包的。啊，装大包的。嗯，给去。拿着呗。哎，有。啊，好。好，我拿两双筷子。好嘞，好，谢谢啊。好好好，好嘞。不看了，都快吃饭吧。你还买回来了？哎。咦，真大两碗！给我又买俩烧饼。您吃吧，吃着不？可不做饭呢。你不做饭呢，叫我浪费钱呢。你接上我，因为啥不带的呢？你说我因为啥？你都看不见吗？你瞅瞅我那脸上，你瞅瞅，你看看，给，看看那头。那还是怨自己。哎呦，叫我身上疯的，哪都是疼的。我还给你做饭呢，今上午就是买点吃的妥了，硬买真大两碗。你看看老周就买的麻辣烫，来吧，家人们都来吃吧。大家好，我是老朱，我是老张。今儿中午你看看吃麻辣烫的，谁想吃来吧？你看看得劲不得劲？咦，这两碗可不小，我的天！那是从我记忆中啊，我还没真很吃过麻辣烫。你都不好吃，今儿中午你咋也想着吃的？那你看看，今天中午随老赵的口味，我也要吃一次麻辣烫。河南普通话。我就是尝一下这麻辣烫好不好吃。接下来。哪位师又登场了？看看老张笑开了。不是，辣椒精红脸儿。对的，就是这味儿，麻辣烫的味儿。麻辣麻辣的，这麻辣烫是老赵的爱好。我最好吃，今儿这一顿饭没有做，买的吃了可得劲。要不又是叫我热的出一身汗。那要是一出汗，腿那。伤口还不好嘞，我也是没得那红霉素药膏，这办这就吃了可以吧？嗯，你不好吃，就让我你也尝尝。哎，还能反正街啥饭都有，开着空调都叫我吃出汗儿。这一吃以后还做饭不做嘞？哦，看起来你是想叫我天天都给你买饭吃，那等于是浪费我的资源呢。就买了一顿妥了，以后还给你做。今儿个要不是我这脸疼，我都给你做。就这发紫了多疼，我要这脸骨这上呢，这皮儿我要一搓要搓了。我都说了，这就是怨自己。卖自己卖一辈子饭呢，就不小心。人家常说，经常在河边走，没有不湿脚的。这嘞，出师门，油碰身上是可正常的事。嘴也可会说，可带劲。叫我祖宗就要吃肉粽，你不吃火烧，你买个火烧也不吃。我老实说，朋友们看看，还是我的专用铜碗。中午了，朋友们，你也都该吃饭了。我先敬朋友们，先干为敬。不应该，你热不能喝酒的，你那还喝？暑精活血呀！暑精活血，这是热天越喝越热，不是？我干活可累呀、啊。可累，该喝。哎，你都叫他长多少斤呢？喝着可辣。我都给他说了，做的麻辣的。哦。好吃。麻辣烫，不麻不辣就不叫麻辣烫。好了，家人们，今天的视频咱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拜拜